你是否尝试过换个角度看世界？看凤仙花种子弹射瞬间，蜘蛛慢镜头吐出蛛丝，闪电自下而上的冲击，时速160公里的喷嚏。通过探索身边这个令人惊奇的微观世界，发现这里不但美丽，而且拥有超强的能量。显微摄影机将带我们进入一个壮观的微观王国，见证一个工程学上的奇迹。这其中涉及了数千个运动的部件，而且速度飞快。它不是火车，是一个更小的东西，但对它本身而言，力量同样强大。它是最普通的传染病，感冒。尽管感冒一般来说让人讨厌，但它能引发每天都能见到的奇迹，打喷嚏。一次突发的刺激需要神经与肌肉非常同步的完成，可以产生巨大的推进力。现在通过先进的成像技术，我们可以看到喷嚏产生的强大气流，体内上百块肌肉压缩后的力量喷出。大喷嚏喷出的液滴分散成4万多个单独的小滴，每个小滴中还带有大量细菌和病毒，它们的唯一作用就是传播疾病。而这引发了一个重要问题，喷嚏能打多远？通过放置培养皿来捕捉喷出物，科学家已经找到了答案。在2米或3米远的地方，最大的液滴还在降落，这些液滴是看得见的，它们的大小和人类头发的粗细差不多。但喷嚏还没结束，因为随着液滴的飞行，它们变得越来越小，有些可能一直悬在空中，直到你下次乘车。在测试中，距离喷嚏10米远的培养皿还是易被感染。事实上，如果有气流的帮助，喷嚏可以飞行40米。在一节拥挤的车厢里，大家都有被传染的危险。一个喷嚏里有数百万个微生物，可以存活几天时间，处处跟随着你。现在你明白了，喷嚏是世界上最有效的疾病传播方式之一。还好，它通常传播的只是普通感冒。